魏公子，身为世家弟子，今日随便能配一张照片，今日为何连见都不配？说不定魏公子是身下三子。见呢，多准备采访。我辈无信，即使不配见，但凭你们口中的邪魔歪道，也能一骑绝尘。所有人都望尘莫及。无限要杀谁，谁能阻拦？谁要敢阻拦？